忘了说一下，今天的影片很简单，是四角恋的冲绳特辑。这次的冲绳之旅其实是我第一次跟一群朋友一起出去玩，真的是有够青春，有瞒着大人偷偷喝酒。我就要手撕凤梨，还买了不同颜色的兄弟装，甚至有兄弟帽。然后我们三个还发现，都市人瑞睡觉的时候长得好像死人。我们每天都等他睡着之后，在床边偷偷看他，然后一直嘲笑他。扣扣扣，是谁？扣扣扣，谁？鬼门开，是我啦！嘴巴精灵，天哪！你住在这个黑洞里，会不会每天都觉得很无聊？完全不会哦，因为我有 Sunshine VPN。没错，虽然这个嘴巴的主人皮肤很不好，但是我可以透过冲浪鲨鱼跳到不同的网域里面购买牙膏或是牙刷，让自己干净溜溜，好方便。没错，哎呀，菜渣掉了！你觉得我掉的是杜拜的菜渣呢，还是英国的菜渣呢？我分不出来，全部都是菜渣，全世界的菜渣都是我的菜渣。因为 Surfshark VPN 只需要一个按钮就可以带我去不同国家，而且冲浪鲨鱼还同时在隐藏我的网络足迹。不会发现自己的菜渣半夜偷偷跳到意大利。Oh, mamma mia！ 重点是冲浪鲨鱼比海龟还会生，海龟一胎可以生10个蛋，五号则是完全没有蛋蛋。但是你只需要一个冲浪鲨鱼账号，就可以在不同的装置上同时使用，完全就是冲浪布拉鱼。哇，真的好划算！现在输入我的折扣码 hook， 还可以享有独家优惠跟额外的使用期限。而且如果你用不习惯的话，冲浪鲨鱼还有30天的免费退费保证。感谢冲浪鲨鱼赞助这支影片。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四角恋冲绳特辑。Welcome to Okinawa。你是我们的司机吗？没错，交500亿。太贵了吧！你这样晚上我们不能分房间啦，你们两个一定要睡一起。你是我 WiFi， 你就那么不想跟我睡？我恨你！谢谢亚洲男。不，好壮哦！我对不起大家，等下买冰淇淋给大家吃。哎，冲绳这边是不是有特产的猪啊？是阿古猪。阿古猪不是已经煮了吗？我吃了4块，你只吃了1块。超级好吃，可靠的男人。还有当司机要帮你们搬行李。到你的保镖是第一次跟皮卡，干嘛要整一下他的新人？让兄弟回忆，还是拍摄的时候都把他档案删掉，看看他会发生什么事。我们帮他拍摄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按录音，这一局抓得很烦。我就跟你们说吧，这也是台北，雨刷有用了，天空也替我们哭泣，真的好伤心啊。我觉得他是用鱼眼拍他的照片。对，我也觉得。紧密的靠近彼此。对啊，没错。拖鞋都没有放鞋柜。啊，好热！这个户外风景是漂亮的。哇！嘟嘟嘟，哒哒哒。我把你抱起来。不要，我会怕。好。冲绳第一层。怎么那么多东西可以捡啊？很可爱，他在祝他生日快乐哎，但看起来就不是很好吃。这是不错的。这个汤实在是没办法喝，吃个拉面像洗个澡一样，全身都是汗。你有喜欢的卫生纸吗？很香哎。好烫，好烫，龙眼饺子。哇，近啊，你我在干嘛？好来。哇，很丰盛啊。哇，好香、哦！这个很适合上相，对对对，很打卡。哇，好烫！你吃了榨菜，然后嘞，日本台湾，拜拜。嗯，很好吃，比我想象中的好吃很多，而且它的饭粒粒分明，这是我们今天吃到最有白糖。它真的是臭的，有点微微的臭臭的感觉，对，蛮特别的。你觉得这个排队几？他在调时差，他在调时差。这个冲绳的东西。很少，太过分了，很少。我想看你不舒服是什么样子。苦瓜汁哦，很苦啊，整个后颈都是苦的哦，绿绿的啊。你不要发出很涩的声音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它很新鲜哎。撑住。一开始真的是好喝的奇异果汁，然后一瞬间，很像抹茶粉，整个洒进你喉咙里。这杯我就把它下掉。你要整个喝掉哇，这么猛啊！我们还要喝这么猛。不要被太自私啊！
他现在后劲一次来，好开心哦！他是面包，很像早餐店的面，好厚的蛋，所以我才点对苦瓜蛋。它是苦瓜炒蛋哦，很香的啊！嗯，真蛮香的，空蛋蛮香的。怎么苦瓜吓到你？他揍了你一口，苦瓜空蛋了，有点像你在冒险的过程中，看有苦瓜怪物出现。OK， 一切都 OK 了。嘴巴好大哦，苦瓜很多哎。眉头深锁。我觉得我吃完苦瓜之后变丑了。眼袋出来了，确实有点。没有，你嘴唇变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们刚刚逼我吃苦瓜汉堡啊，我甚至哭出来。哎、欸，我嘴巴真的变肿了，哥哥亲我，把我的毒液吸出来。稍微吸。好吃吗？我们是要在超人挑战吃完所有东西都没反应，太陌生的味道了，有点甜甜的，就是苏打冰，有点好吃，有点太甜，太甜，嗯，太甜了。好近哦，为什么要那么近？很可爱，好多镜头。你吃的口味好无趣哦。基本款啊，确定好吃的啊。这是一颗地球，你有没有守护它？我们来看你们测试，你们有没有把自己生病？食指跟拇指这样先闭合，嗯，好像很快这样开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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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合。中途有没有感觉想要变慢，或者突然这样黏住不能动了？他说你这样做到一半会黏住，速度变慢的话，你可能就有潜在的帕金森症的潜在风险哦。黄大千，你是不是不想洗澡？现在的年轻人一点竞争力都没有。我刚那么大声聊天，他还睡得着吗？半夜买宵夜给我吃，哥哥对我最好。啊！谢谢。没买错吧？就算是错的，你买的也是对的。一样的水，嗯，我确定最左边那个是我的，我确定我喝是不是？那根本有一个根本没有人开啊，那个绝对不是我的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就喝到差不多这样了。你们两个一起在喝这一瓶吧？哎呀！可是我的一直放在那里，哎，一直放在那里被哥哥拿走，哎。哥哥，你喝到洪大千的啦？这瓶一定是我的。那你昨天跟我同房有什么感想吗？哦，有人睡觉像死人一样。早上黄大千他们很幼稚，他们演了一出想要叫醒我们的吵架戏。哎、欸，我马上冲出来！哎、啊，又冲出来说，冲了冲了！想要赶快厘清一下，你睡，他是他看穿你们的诡计，还有他听到我们讨论说要假装吵架，只有我会这么蠢。那你们真的在吵架，我也会继续睡，我能干嘛？我夹在你们中间直接被打死。早上一样要继续美食路跑，不过今天再有苦瓜，那这也是没办法。我今天拒绝吃苦瓜，今天应该不会有苦瓜。拒绝苦瓜，从你我开始。嗯，到时候苦瓜协会就会来告我们。对，如果被告，主持人就会怎么了怎么了？要开始第二天了。海的另外一边是什么呢？应该是台湾。真的是自由哎、欸。对，是自由。我觉得冲绳的晒度有杜拜的感觉，没有用的亚洲观光客，人手一杯，它是好活泼的标志哦。甜哦，日本的新冰都是说吸不太起来、啊，吸不到点什么、欸，这是抹茶吧？哦，好甜哦，好痛！哥哥哥哥，你们两个居然在我面前做这种事情，你也可以来啊，好恶心哦，好恶心哦，我是妓女哦，我要一杯吗？四种起司，没错，而且我还配快乐肥宅水，它是配姜黄饭的，你的那个起司看起来很爽，对呀、啊。我觉得很好吃，体质很爽，我很满意。觉得美国街有赢国际茶，这是我在吃的东西。黄大千在这么热的天气喝那么热的汤 ，crazy， 真的是太 crazy 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8800牛排之乱，因为刚点了个8800牛排，但不知道是谁拿到。我们现在开始辩论。我才刚睡醒一个小时，哎、欸，你们有发现这个配菜很亲切吗？有一点接近三色豆。我开始想台湾了。哇哇，这应该是最贵的，这绝对不是8800。我被吃到之后全部都不是。我也觉得我的不是哎，我的是8800。你的是8800？我可以吃一口你的8800。哦，你的有8800的感觉。对，你的就是8800，你的是8800。哇，完蛋！除了你这个，我再吃一口，超烧，它在向我跳跃。越烧我越爱，烧很烧。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烧，它是有点是酸。你很烧，你很酸，你很有钱。哇，阿力的更烧哎、欸，你的很烧哦、喔。我的牛排在杜拜会逮捕哎、欸，太烧了，真的好烧、喔。最后就是你的是8800，我们每个人把手放在铁板上面看。すみません、これはどこですか？哦。对，感觉都对吗？我不懂，酸酸的。我不懂，八千八。要把手放在铁板上了吗？对不起，我错，真的会痛，很烫，很烫。哦，我懂了。
它那脂肪味真的很香，我觉得它后面那个应该不是酸味，应该是它牛本身就多的香。哦，我知道它升华层次，它很好切，它一切下去直接看，这样就下来了，很软嫩。八千八剩四千四了，四千四在它嘴巴里。没有，刚刚分你们吃很多，就算是八千八，配菜也是三色豆哎。恐怖三色，恐怖！你知道我们吃了多少吗？17000哦，20000，好厉害哦！冲绳真的是杜拜耶，好帅哦！你太高了，你蹲低一点，好，这样才可爱。哎，有百变怪哎，你可以做出百变怪表情吗？哎，关上了。它是要注入的吧？它看起来很像什么猫咪的鸡鸡，挤不进去，挤不太动。它是要拿起来的吧？哦，哇塞，你好不会绘画哦。它写的什么字？鸡鸡。对。臭直男，受不了哎！我不想吃了。真的是。冰冰凉凉的，你就这样喝我乌龙茶，冰冰凉凉的，嗯，冰冰凉凉的，嗯，好，甜甜的，很硬哎，真奶油很好吃。我们把鸡鸡吐司吃完了，你看怎么细细的大，什么什么，还没三秒，你知道这是我们要吃的吗？嗯，好喝，会硬硬的，冰冰凉，因为它放在冰上，冰冰凉凉，又是冰冰凉凉，直男形容词，好像来到永康街了。像什么豪雨过后把他整个家园摧毁的样子吗？哦，抹茶好好吃哦，不会再点了。 Crazy 这个奶盖很好吃哎，我觉得再睡五分钟要小心哦。好吃奶盖不只有你们在家咯。 Crazy 奶盖，我们现在在买友情衣服，我们要买整套的帽子跟衣服都要。我是狗，小猫，大猫。黄大千，快点，我们的友情帽，如果看到有一天我们直播烧帽子就懂一群闹翻了。对，就是我们闹翻的意思。好可爱哦，根本没戴不下去啊，他现在浮在我的头上，这样才有态度哦。竟然有复刻版的真理之口。对啊，请给我真理吧。有什么东西要出来？有什么东西要出来？哇，很观光不友善哎。哇，你 money 一大堆耶，成功跟 money 一大堆耶，欢乐一大堆。你有很多 love 吗？我没有耶，我单身很多年。倒数第二啊，我们就是你的 love 啊，垃圾。好看吗？你平常就有这件衣服？我没有啦。你有啊？但我觉得这个很好看耶，要不要就一人一件？好看，爸爸去帮你们结账。谢谢爸爸。谢谢爸爸。你喜欢别人叫你爸爸吗？注意，我们现在完全忘记自己把车停在哪。他不能吗？按一下啊啊。没事啊，是是是是是，三七九耶，耶，抓到了，说用力，用力，哦，我也要用力，哦，好厉害，这竟然扯得掉，哇，我们是冲绳 F 四，哇，漂亮死了啦，哇，谢谢他，呀，洗手洗手洗手，哇，漂亮死了，好骚哦，好骚哦，啊，看谁跳最高。还有两张美美的照片。我们的户外时间只有五分钟，现在回去了，拜拜拜拜。哥哥他们是不是废物？对，只会睡觉，也不会唱歌跳舞。第一次看到有人出国行李箱是带灯的，还带脚架，带一盏灯出来出国旅游，好努力哦，我要哭了。然后就点阅率全部输你们。好像用不到哎、欸，雷达背光啊，让我们轮廓更明显，可以让整个氛围更有电影感的感觉。这个灯不会是没有意义的。谢谢你慷慨激昂的演讲，让你们学习一下。因为我知道你们 YouTuber 哈，打光就很随便，就一盏灯这样打，你甚至没有打光。打光应该有三个要点：主光、补光以及我们的打激光。主光是来打我们刚才的光源，补光是来填补声音的部分。打激光、补光是来照出你们的轮廓，让你们把镜头可以变亮。打激光是没收不远，所以我们坚决的避免浪费。它是蛮用的。做拍摄影片的人应该有三点打光技巧。那你对于 Peter 达要用 GoPro 拍摄，你的想法是 ？OK 啊，我觉得自己的风格啦。对，有些人可能比较不在乎画面。那我觉得也是个人的选择。来，干嘛？加油加油加油啊！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这样这样这样。没有，我跟你说哈，这个光多美。如果没有那光的话，你觉得整个融进这个背景里，大家就分不出，哎，那是背景还是一个人？我是烤肉专家。没有，你是把妹专家，因为我的心还在你身上。它是好安静的烤肉。那就不用写了，本店烧烤机不会发出滋滋滋的声音。好有趣的吃法。好吃哦，是阿古猪，哦，好吃好吃，很嫩，它不会柴，这个好吃啊，把其他肉全部换成这个、啊。阿古猪很好吃耶，想加仔的蛋花汤、
不，台湾的味道，蛋花汤，真是蛋花汤。帮你做，你有没有改版？好像我给这个汤很高的评价，汤扣饭真的好好吃哦，我要疯掉。它的肉嫩到有点诡异，好吃，很神秘的口感。我觉得有点大，我刚吃不出味道。那种为爱干杯，可以吃一口吗？真的很浓哎，它比较像是澳门的炖肉，浓炖这样哎，好吃哦，滑顺到可以用喝的，好吃奶酪珍珠。大千，你今天是晚安担当，跟大家说晚安。大家晚安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我刷的呀，出来，我见到什么画面？我可以解释，我可以，我可以听你解释，是另外一个人。太急了，真的太急了啊！真的太急了啊！不要这样动，你在健身呢。第三者出去啊！你是第四者，好可恶哦！帮我关灯，我要做爱了。现在一大早8:15，那就浮潜。哇，好难，真的好难！啊，听海哭的声音，烫，好烫哦！来，哥哥擦。有了，有感觉。我是我艾罗。哇哦，海就是爽。好冷，好冷，好深哦！你这样好痛，这里比肯定还要深呢。好深！哇，水真的好冷。哎，你的背肌练得很好哎，我要来拍一些流量密码。哇！不能在你脸上，我们两个太渺落魄。加油啊，阿弟！我那个在拍电影哦，他骗我，他长得跟照片不一样。那还是蛮好吃的。游完泳就是要吃东西。我觉得上面这个很可爱，我是容易满足的观光客。可爱哦，不对了，三角，哎有蛇哎，我真的是大蛇，很高一个高一，阿里耶罗宝贝吗？水马赛 ，AD 杜神雷，我要死了，天空真漂亮，我们有看到海龟，我们是幸运之子。哥哥你有看过吗？我没看过海龟，你潜了那么多次你都没看过，所以我今天非常的爽，漂亮的树，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你坐在那边，因为我们有帮你准备礼物。好突然哦，那我还要做菜吗？你这支影片就当成生日礼物送我。先把眼睛闭起来。我不要，你们家强奸我怎么办？你把眼睛闭起来，快快快，要一阵子，要一阵子。那多义无难吧？还是行李箱里面有谁啊？哇哦，好大哦，这么大，确定可以吗？买给你你最想要的东西。好，那准备张开眼睛，三。2:1，哎，这是我想要的东西吗？房子。好无聊啊！我想要钱。我很高兴。这里面大概有60平。老师，我从来没有想要这个东西。原来这就是被庆生的感觉。对。哇，你为什么会有蜡烛啊？摆盘小天才。对啊，这一天说要结束几次了？对不起啦，因为我觉得摆这个很可爱啊。拜拜，拜拜。一大早起床不适合这样讲话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要拜拜了，拜拜。我要看你的帽子。那终于买到 Lotion 炸鸡，上飞机前才买的。那这就是我们的冲绳之旅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也谢谢华航让我们平安的回到台湾。谢谢华航，天使保佑，拜拜。